对于新人来说，掌握呼吸即可，想象空气在鼻尖流动的感觉就好了，然后任由思绪从脑海飘过，好不好？对于新手来说，也不用把脚盘成个莲花，简简单单盘着坐即可。三、一，打坐。没有声音。我开始我的打坐征途了，兄弟们，不要吵我，安静。讲道理，你们还是有点影响我了，我的内心无法平静，无法专注在我的呼吸之上，我总是闭上眼睛，我就感觉到弹幕面前都是哈哈哈哈个鬼。我在很认真的集中注意力在呼吸上面，好不好？嘘，别吵。
怎么时间才过五分钟？我怎么感觉已经过了二十分钟了？那我还差十分钟啊，继续。怎么才过四分钟？怎么时间过这么慢呢，老哥？
我感觉我有一分钟到状态了，好吧？今天我在直播打坐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我有一分钟，我超脱了自己的肉体，达到一个非常宁静的状态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？不亏。经过我这一波闭眼休息，我觉得我开播第一把我就乱杀了，不明白吗？好吧，这样做有利于增加我的专注度，好吧？因为我打游戏打着打着，我的思绪就不集中。所以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，啊，无论被你们怎么笑，是吧？弹幕不停在扣迷惑行为，我要顶着这样的羞耻，还要集中注意力。终有一天，我就修行到位了，老弟。